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k TV。 在今天又有一部古装玄幻剧《大唐魔盗团》宣布定档了，将于2月20日在腾讯视频迎来首播，由无忧、陈熙俊、刘萌萌领衔主演，张烨、张成、宋海杰联袂主演。剧情上是以大唐天宝年间为故事背景，讲述了上古宝物麒麟角重现于世，而此宝物乃是女儿国的国宝。安禄山为控制妖界与灵界，于是设计利用身怀幻术的魔盗团进入女儿国，为其盗取麒麟角。魔盗团首领李天在盗取宝物的过程中意外发现，原来安禄山要得到麒麟角并非为了抑制顽疾，而是要做叛乱之用。然而更令李天意想不到的是，自己一直深爱的已经幻化成人形的花翎竟是安禄山的人。在大义面前，李天选择了与花翎一刀两断，这让花翎心痛不已。那么两人最后的结局如何呢？就让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去揭晓吧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还没订阅的观众赶快订阅我们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。我失去过你一次，绝不能再失去你第二次。